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起来干活啦。我爸爸已经提前去了，前面呢开着拖拉机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又是妇女组合上线了啊！今天呢又和我爸爸一起来这边干活来了。今天呢还是收拾这个场地啊。前几天我们这边下雨了，这个场子之前也已经收拾过了，因为下雨的原因，所以呢这些小草就又长起来了。现在呢把它也除一下。我们准备收工回家了，改天呢还要再来。今天就先这样了。对，乐乐来找我们来了。不是很冰美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还得累嘞，还得再搬回。嗯，看比别人高。爸爸爸爸没在家，爸爸还没有回来嘞啊。嗯，别怪家生气了，非要来这儿看看了。去吧，看看爷爷跟爸爸弄的，不是爷爷跟妈妈弄的合格呗。慢点啊。啊，晒大的啊。我说你抱下来，人家非得要来这儿看看。基本上已经换，基本上这个改造都好了，改造基本上好好的。你坐上去吧，我推掉你。咋了不坐？秃。哦，这上面有秃。哦，是的。好，别过来，那扇子不能弄，扇子不可以，切，起来切，要那要推家来。哦好，哦好，谢谢，再来呗。弄了一块铁板，做个那个菠萝，就是这个形状。俺写的，是俺写的，看都不好嘞，是。你帮我帮哎。没有压在你那里。真的是。哦。你看什么？然后我一会儿。这样子。你长得太光了，铁板一般。你过来这个，你上去开了吧。你这样开了，小呀。哎，行。做好了。做了两个，蛋蛋今天就回来了，去接他一下。行，你坐这会儿。爸爸呀，你看爸爸回来了呗？没有回来。没有回来？你去外边看回来了呗？没有。哦，没出来。你去看看有呗？去看看。去外边看看。我不给推。我拖回去了，拖回去了呗。俺还要没吃完饭嘞，不能拖。盛下了。这是八虾米。哦，这。过来。这是谁？妈妈。妈妈。哎。还要干呀？回来。烫脚呗。谁都不开都来看爸爸来了。烫脚呗。快回去。光源都是的。那都年轻人。